卖东西，我要给人卖东西了。不用卖，卖什么呀？那卖，你自己不知道，卖的那几个都上新闻了。对，我们一般都卖。对，我直播是。然后呢？现在有个山东，断一下，我山东电台的一个主持人要给我 PK 的话呢，然后呢，我刚才输了一局，然后我们三局两胜，我说我估计他有电商，要不就有大哥，啪一下就这个偷塔一下子给反超我了。我就感觉我这能力不足了，我说我要咨询一下，是不是？的确，真的。你打拳还行，你玩这个东西你玩命人家。好吧，理解了。你他妈你怎么见到个人你觉得是个明星你就想发过来舔呀？我都不认识他，我们不认识你来这里看什么嘛？那他妈谁帅嘛？你看对面胡子拉拉的，一个挂斧刀都买不起的人啊，你看他干什么嘛？你哥，你剃下子胡子。是吧？你们说什么的？你是哪个口音呢？我们的口音吗？不是你们的口音是哪的？我们这边就复杂了，我们这边边境属于越南跟缅甸这边，你就有点误差。妈，这个，那我们真的是整一块了哈，你达摩武僧，这个很好玩的哈。对，达摩武僧。你是来跟我要名字的吗？对，你这个名分，你这个名分太高了。你盘几刀能不能明白的？不是，龙哥，咱们这么的，我呢还要去解决一点小事情，啊，理解 ，OK，、就这样 ，OK， 哪天我们两个也直接圈一波钱，干一把拳赛嘛。我不行，我干这干的我已经被骂得很惨了。这网络不直白吗？你当粉丝傻逼啊？就你这种在网络上太直接了。龙哥，我就先挂了，龙哥啊。哎哎，好，拜拜。